最近都在横店拍戏的胡杏儿，呢日就出席新春活动。农历新年好快就到啦 ，Baby 呢而家大个仔，应该识得周围去斗利是啦。已经教咗佢啦，佢已经学识咗啦，佢好叻噶啦，所以咧就我觉得佢今年收获会唔错咯。至于好姊妹之一嘅胡定欣，日前攞咗劲歌金曲奖，杏儿又会唔会同对方好好咁庆祝下？等佢开心啦，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嗰首歌，咁我都觉得佢唱得好好咁啊，恭喜佢啦！另外，好友马赛日前都宣布结婚，杏儿都有即刻送上祝福啊！有，因为我觉得做呢行要找一个自己的终身伴侣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我祝福他了。